没上车，我没上车。爸，原来你真的是……不错，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就是魔鬼肌肉人。一个女人，金玉雄，为女死，为女亡，为女上街扛状元郎，何家女子？二当家的，带你杀春三十娘，你搞定了没有？春三十娘这个妖怪啊，蜘蛛精啊！你看，那条腿瘸成那样。因为你还可以靠这四个字混饭吃吗？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都在演戏，虽然我没有剧本，但是我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一个NG可能会连命，我才应该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。你是周大夫，阵间可以咁好啦。我边识可以咁好啊？我马上去包叻。在叫我做事啊？我算了。